好，今日咧我哋又再講炒飯。咁點解講咁多次呢？有時咧一個 video 咧，你覺得有啲唔清楚，咁我再講。炒飯咧 minimal 咁嘅，你梗係要有飯啦。如果你喺雪櫃攞出嚟嘅，叮佢兩三分鐘，等佢暖暖地先，易炒啲。OK， 一定要有嘅就係雞蛋同埋鹽，其他嘅咧就係 optional 嘅。optional 好味啲嘅，例如有咩咧？我哋有啲 vegetable 啦，我已經烚咗噶啦，抌落去滾嘅水嗰度。等佢滾兩分鐘兩三分鐘就得噶啦 ，OK。咁我哋有蝦米啦，洗乾淨咗，倒咗啲水啦，同埋今日有燒肉 ，OK， 燒肉炒飯。咁一次叉燒啊，乜都得嘅。上次係肉碎啊，記唔記得 ？OK。其實你有咩你都可以 experiment 下佢 ，OK。嗱，又係咧，只鍋好熱先，只鍋熱咧就冇咁易燶嘅，落油 ，OK。等啲油咧 close 咗個鍋底啦。咁第一樣，如果你有蝦米嘅，落咗蝦米先，蝦米先，炒爆佢，你炒爆咧，咁聞到啲香味，係咪？炒爆先，蝦米呢樣嘢咧好香，同埋咧，其實所有嗰啲你喺咩國家咧，嗰啲賣東方食物嗰啲 grocery store 咧，一定有嘅。OK， 一平定貴嘅啫。OK， 咁你買一包用好耐，你一次如果一個人食煮三四餐嘅六十幾隻得㗎啦，唔使咁多。OK， 咁今次咧呢個份量咧係大概三個人食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因為我哋有燒肉咧，爆翻熱佢先。OK， 頭先喺燒臘檔買翻嚟，我切到佢一粒粒，唔食啲，咪炒香佢先，爆熱佢，好鮮鮮嘅。好，炒翻熱啦，將嗰啲嘢撥埋一邊先，留翻個位。雞蛋咧，我頭先未落，咁而家落 ，OK， 落少少鹽，落少少，整落。頭先已經發咗啦，呢度四隻蛋 ，OK。咁嘅啦，好。跟住啲飯咧喺微波爐叮咗噶啦，點解要叮咗先咧？易炒啲啫嘛，冇嘢噶。如果唔係你而家凍冰冰咁啊，炒到個熱咪炒到手跛係咪？整個熱咗先。好。誒，吉散啲飯嘅咧，撩撩佢咧就只不過等啲冷撈勻嘅啫，而家 OK。咁你阿堅啦，你整嘢食咧，整三四餐啦，唔好整一餐啦，嘥時間，你洗鍋，你洗碗，有幾多嘢要洗係咪？咁你個 investment 你嘅時間咧，咁你梗係個 reward 大啲嚟整三四餐起碼 ，OK， 有五餐就仲好啲 ，OK， 好都係佢。咁我哋原來仲有 vegetable 平乾水嚇，揾啲疏窿嘅嘢咧平乾啲水先，濕咧倒落得嘅。炒飯乾乾地噶嘛，係咪？吉散佢，吉散佢，唔好睇。好啦，咁而家要落鹽啊，因為炒飯係淡噶嘛 ，OK。咁咧每次咁樣攞個 pinch 落去啦，你每餐大概一個 pinch 到啦，咁呢度三餐咁我落三個 pinch。咁你話一個 pinch 係幾多啊？唔使講啊，你自己試過你就知噶啦，教唔到咁多嘅，因為個個人口味唔同 ，OK。experiment 下，第一次話乜冇味咧，咁你知落多啲啦 ，OK。第二次話乜鹹到苦啊，咁你第二次知啦 ，OK。咁但係鹽呢樣嘢咧？落少好過落多，因為咧少咗你一路食，你可以揼啲 table salt 落去。好啦，咁嘅差唔多得啦。咁如果你有葱嘅話咧，呢樣嘢 optional 啦嚇，你自己住多數會冇葱嘅。如果有嘅話咧，整幾粒落去，整個空位先，整個空位落去。
炒熟啲葱嚟。嗱，呢個 optional 嚇，一定要有嘅，只不過係飯、雞蛋同埋鹽嘅啫。OK， 有蝦咪係最好，冇都得。嗱、okay ，你一煮啲葱咧，即刻聞到啲味，葱嗰啲味。咁呢度有個 micro environment 炒嘅先，咁熟佢，因為喺冰袋攞出嚟噶嘛。熄火先，熄咗火嘅，好嚟嘅 ，OK。因為妖魔佢哋驚個窿底 ，OK。好啦，咁最後呢個又係 optional 嘅生抽，你已經夠鹹喎，點解落生抽咧？落咗生抽咧，佢有少少味，個味不易啲嘅啫。你一間完全唔覺有豉油，落得咁少。Black pepper 除得你嘅啫，啱得意。如果你中意，整兩少少落，冇嘢都得唔落嘅啦。好啦，跟住啲窿味啲乾嘅先。好，咁呢個第二次我喺 demo 出炒飯就係咁啦。